我教你们怎么看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知道怎么看，我看过了，兄弟，你快去吧。你们蹲在这个地方，你们都蹲在这里，都蹲在这里，开第一视角，第一人称，第一人称，第一人称，看了没？往回走一点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是吧？跳舞，跳舞，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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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上衣脱了。我还以为这个太刺激了，真的。太厉害了！哎，我的裤子呢？谁他妈给弄走了我裤子？来，比卡多。谢暗夜的办卡，谢暗夜。我拿的。干得漂亮，麦特。小老虎太好色了，脸都插车里面了。但是我不好意思。害羞的小老虎。等，什么时候再搞一波？哎呀妈的！哎呀，真好。男人不叫皮卡多，活到三十都嫌多。男人跳了皮卡多，活到三十都不多，还得另说。拳击馆一对，蓝楼两个，先把拳击馆的做了。AK 我。拳击馆见。啊！拳击馆见，兄弟。拳击馆见，兄弟。我啊！左枪不就拳击馆见 ？Rush！真的，我啥？我啥没有？别说话。趁他们还在收装备，咱们来个 Rush 速攻。我操！一把手枪十五颗子弹。三楼吗？你对面啊？没有，一楼擂台，现在在对面了。听到了。一个。哎，一个。有一个绕外面，左边。还有一个外面。Rush， 不按住键的，按住键出枪的。Hello， 还有人？网络擂台赛，你行你就来，来冲上！这里有人说过。挂了吧。咋了？
咋了？咋了？你在笑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你在笑什么？你过来，你们过来。还有七点六二子的。我有，我有。你笑什么？小枪给你摁追，拿手枪起来摁追，贼！我让你摁追，摁追是什么枪？追是啥？追你都不知道？哦，追。追勾。勾。我也没听懂。是不是小右短跟令北一样？你自己看那尾，你自己看，确实是很短。你自己看，确实是很短。你捡起来嘛，你捡起来嘛，给你来，你捡试一下枪，快点。你捡吧，你自己看一眼吧。他有，你有啊。这说什么呢？真的很短，真的很。说啥呢？我要七六二。不短。这俩三十。嗯。哎，你看一下吧，这很有意思。你看见吗？按追，我想了半天，追是啥呀？兰兰没说完，按追，我跟马狗两个人同一时间按 Z 趴下了。我以为是 Z 按追。追呀、啊，没错啊，追。追真没错。J， 不追真没错啊。A B C D E F J。A B C D E F J。不 ，A B C D E F J H I J K L M N， 没错。追呀、啊。那那那。你笑啥？我们那边都这样读的。嗯，牛逼！那我觉得我发音没错 ，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I S D U V W X Y Z。搜过你是念 A B C D 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西西。哎呦，有人！啊，小老狗偷偷自己去红楼搜。我们安全，我问你看一眼，不安全。废话，当然安全，你都搜完了，能不安全吗？然后我们英语老师就这样教的，我觉得每个地方发音不一样。你就别笑了，我看弹幕有广东人出来了，他说我们广东人不是这么说的，不是这样教的，没错。A B C D E F G。H I J K L M N O P Q R S U V W Y Z， 没错。我觉得我没错，我这边从小到大就这样。挺好，挺好啊，很有特色，没错。你那个有一点像那个 A J 的 J， 没有，这真的是这样读。我那边教是这样读的。可能每个地方不一样，你们的也不一定是对。你有啊？有啥好笑的？你读个英国口音、伦敦口音出来。哦、我们那边是这样教的呀。哦，这么说的话就没毛病了。你读个英国口音，你英国口音一定对吗？说不定我们广东口音对的呢，说不定上海口音对呢，说不定我们东北口音对呢。那谁知道呢？对不对？那我觉得你老外来中国讲中文都得带着中国口音，不然别人听不懂。对吗？正确的发音，哈波茨伊乌。啊啊，那这个对了，马果这个对。哎，没事，我是的。以我内蒙人二十多年的这个拼音的学历啊，我觉得马果是对的。阿波茨的。确实是阿波茨的。EF 哥。啊，你听我念一次嘛？你们听我念一次嘛？广东的朋友听我念一次，我觉得他们也是这样的。我们从小到大真的是这样。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I S T U V W X Y Z， 我们那边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。啊，楼顶有个三级包啊。对啊，我这边弹幕都说没错，那你们那边会说什么？我们广东不这样念，就这样啊。英语不标准 ，English 别读 English，English。放屁！English 啊 ，English。
哎呀，你这个高材生拼音学的挺好啊，朋友。阿波茨德，厄格雷西。走路。拿个身体包。啊，我广东终极无敌三卡拉粤西地区罗定，已经连续五年是广东最熊城市之一，蝉联了五年的冠军呢。那你挺牛逼啊。你老在瞄什么？看看瞄谁呢？看，那我看看。昨天去看了一部电影叫《极限逃生》，老好看了。我操，看的极限逃生，看的爽的呀皮！我操，讲什么的？好多，好多。哎，你是在私影看的还是在电影院看的？私影。极限逃生，老好看了。讲什么的？欧美的吗？不，韩国的，好多，就跑毒。跑毒，就是。讲那个就是科学家报复社会，拉了那个生化，就是一个那种就是过气科学家报复社会，拉了一车毒气，去到市中心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然后一帮人在那个商场里面，对吧？还是什么楼里面？嗯，好好看了。极限逃脱。那个是林允儿吗？那个人是林允儿吗？那主角？不是吧？反正我真的，那女主角挺好看的，那男的是个憨憨。然后那里，中国的，然后里面还有直播，然后拍的网吧镜头全他妈都在玩吃鸡。Discovery 啊，那个是林允儿啊。哦，难怪我说这女的怎么这么漂亮。哦，老好看了，真的超好看。就是爽片里面就是紧张刺激，就是很老套的剧情，但是你看了就很刺激，很有意思，题材很新颖。大车库看一看。哎，压空投，捡了，上，大腿时代的主唱，那他为什么不唱歌了？没空我要了。我喜欢大腿时代了，真的。走你。有没有饮料？走你，叽叽呱呱了。有没有饮料？没得。那走吧。你看我水都没了。我有，我给一瓶这个。老虎给我一瓶。哎，我一瓶都没有啊！我要喝一瓶啊！他妈全捡了。来，那我给你一瓶吧，来。Go！啊，这是抄袭法国的一部电影，那不知道，我没看过法国的那个电影，那我就觉得他那个电影题材好新，好刺激啊，真的好刺激啊！哎，我看电影从来不管人家是不是抄袭的，好看，真好看，哎，有点好笑，你知道吗？那告诉大家，锻炼真的很重要。还有谁？前面有人。去看那个昆池岩，敢看吗？他来了！我看他来了一个圆月弯刀，我日！啥玩意儿啊？你们两个怎么都没了？他来了一个圆月弯刀。对面那个前面的他队友过来了，拉过来了，就在前面，175。停了，有辆玛莎拉蒂。对，就那辆车前面那个斜坡，有雷没有？往左边走了。上了。哎，上车走了。哎，他死了。炸到了。死了。我这一个弯道直接把他们俩弹飞了。
你又被打了。妈的，我挨揍的为什么都他妈是我？开车走了，把车开过来走了。哎，把车开过来走了。走走走走走。老子一个包都没填。哇，刚才那个车直接一个原油弯刀打懵了，兄弟。我看到了。我也看到了。转了一圈死两个队友。得亏你俩是被撞死的呀。撞倒的。你俩要是被炸的，你俩都没了，操！没事，问题不大，三把能吃鸡，还有63个人，我上60个，好吧？你要不你现在直接放个大招？你要杀哪个队友？你说吧。一共59个敌人。我那我就杀50个，杀50个，留12个，好吧？行。快！再死一个，再死一个。哦，狗屎也算是你杀的。那马哥，我想问个问题啊。啊？你现在杀了几个了？我上杀了80多个了。哎，不，这个是。你把上一期是算上了吗？你还是把这个月的算上了？二十多个，这两年的算上了。哎，那个极限逃生真的可以去看看。啊哈，看得好爽。最近没时间看电影，最近很忙。好好玩那个无主之地。我就是黑帽警长。为什么你进不进进不来我的那个服务器呢？为什么张大北能进了？我知道怎么进了。咋情况哦？就是大家都开加速器，全部调同一个节点就能进了。哦。我咋还全部调香港节点？那就今天中午吧。哦，张大北也来，你的房管。可以。哎，真的，我看到了，就在近点。那我跟渣渣北带你姐能飞起来、啊？渣渣北老有钱了。我昨天给了你可1000万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他也给了我不少。可以，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第一视角的游戏，所以我没办法接你们的话。玩起来好爽，看起来不怎么好看。我也玩过，也还行。我还不如我跟阿明去玩排位呢。我最近跟阿明玩奇迹沙坑的排位，老好玩了。梦奇沙坑的排位。哦，梦奇沙坑有排位了吗？都？他那个排位老好玩了，我跟你讲，这舔个8倍回来，黄建林。还点饮料啊？梦奇沙河也是挺好玩的一个游戏。没有，他那个排位好好玩，那排位好玩，排位好。梦奇沙河主要你玩那个游戏，就一全程觉得那个作者是孤儿，终极孤儿。一会儿觉得他很有创意，一会儿觉得他是个孤儿。嗯，他里面有个英雄叫群管理员，你知道是怎么样的吗？嗯，他的技能就是只有两个格子，别的都没有。然后呢？就是他没有任何属性。这是群管理员，天生你就只有两个格子，别人6个格子，哼，就孤儿。这么牛逼！给飞哥拿点饮料，给飞哥拿点饮料。晚上。啊，听命吧。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玩那个梦奇沙盒有一个英雄是多么的坑爹，他叫残疾人，他只有一个技能，他那个技能名字叫残疾。就是当血量低于50%，立刻暴毙，是自己啊。饮料。拿3瓶啊。给拿了瓶拿的，你讲。那小老虎再给拿3瓶，我1瓶都没有，然后给他一瓶。哦，你给我饮料。我再给你一瓶吧。再给你一瓶。要不？要。叫你给我来叫。有好头吗？没事，这边能带。这货的 M 四也是蛮。下雨吧？怎么还不下雨啊？怎么出太阳了？下雨啊！清风空投。下雨吧，兄弟，下雨凉快，下雨吧。下过雨的夏天，傍晚我都会期待腾哥的蝉，嘿。
把星星都吵醒，月光晒了很凉快。五月天的这歌，他妈是孙燕姿的，五月天也唱过。五月天也唱过。孙燕姿这个，我只听过他那首歌，是《爱是绿光》，绿光，日子美妙，绿到你妈看，找不到未来。美丽波及光，无辜的语言。那不可思议的爱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。我们好像唱错了，唱到时候还。哎，前面一八五一对。急啥呀？等下收我位置好啊，八倍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包，我有六倍。我不要。四倍。还唱错了。你哎，小老虎，我个人觉得你压枪那么好，你是不需要驼塞板的，你觉得呢？咱们有驼塞板啊。小孩子年轻，压枪。你方便去帮我捡一个吗？我觉得我去我会死。我不敢，应该会死。老娘六倍和我换驼塞板，你换不换？哎，看看你是在喝酒。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打过这边的海岛拳，很久，大概好久。哎，打过打过，我那把我也在。我想起来，我们还没吃鸡，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没吃鸡。我也在，我也在。我们都在，我也在。我们从岛上跑了出去，结果全抓岛上了，是不是？好、啊。借人车胎犹如杀人父母，这一对你等着。我们三十年后有缘再见。袁赛轩再见。袁赛轩见。快走快走，这里要被包了，快走。就等着那个 ID 走吧。哎，你打谁吧？要打我。柿子尖软的捏是吧？不他妈欺负老实人，什么玩意儿？我操，老子的 SCAR 是没有扩容的，我才发现。我操，我这个憨皮啊！嗯。上火了，我是。小老虎。小老虎。牙龈疼，上火了。也不是血拢牙了吗？哦，这牙龈。我操，这个人不会想要开到那岸上去？我操，我操，翻船！我操，这个皮把船开翻了，你敢信吗？哪儿哪儿哪儿？怎么一四五？我早他妈第二次看到有人把船开翻。谁呀？炸了，那个船被打炸了，把船开翻了！我操！钱刷了，我们快走吧。人间精品啊，这个人是。加油站，加油站，加油站，摸着加油站。快快快！我他妈这是神人！我还有四十个人，我去这个圈，你敢信吗？人都是人，兄弟，这小圈里边，全他娘都是人。哦，这人是不一样的烟火，我所有承诺。有人进加油站直接 rush， 准备好 rush。两个人之雷，一个人来，两个人之雷，给人跟我通。Bless， 马跳下远点，小八 K。Copy that。那边扔雷，来，我跟我通。爆，没雷了。我通，我通。没看到人呢。左边三头二女五有的。都不管，加油站要搞定。快停上面了，为了小房靴。干啥呢？小房去了，你们左边小房去。反正小房去不比我们位置好，比这边好一些。他未必活得出去。好，好，好，退。好，补了吗？可以。小王区未必比我们这位置好啊，因为我们这位置想去小王区去又去。加油站要守住，我觉得后面的应该有人要过来抢这个加油站。我上房顶。那加油站房顶标吗？房顶在楼上。好了，走外面。外面厕所有人。走了。
看到人了，我看到队友了。要把我那个方向位置来人了，人在那斜坡趴着。能抓吗？抓个球啊！这次其实加人类也来了，站好人了。哪个方向？ X 方向。倒一个。X 方向。毒的，吃毒了。又打了一枪。死了。哇，进去倒两个了，死了。谢谢清风暖阳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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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圈。下面还有人。三百九，二百九，二百九，二百九。下面二百四那个位置有人，二百四那个位置有人，二百四那是有人，二百四，确定。我这边吗？我看到了。你们先给人，你们先两个人进圈。我跟马跳在这边，你们先找圈进，下个圈。我刚刚打了人一枪，那边还有人。好的好的。另北跟那个，另北那个小，另北跟那个小老虎先找点进去油罐，油罐，油罐。油罐子，油罐，快过来你们。毒罐有吗？应该没有。毒边上还有人。我这边气势方向近点。那房间里打架。我这近点的卡车后面气势方向又有一个。马跳，你看二零五方向。能补吗？多少？多少？二零五。好的。补了一枪，补了一枪。两个都跳了，舒服。他队友被杀了，气死我了！对，他们拿房去，我一枪三进去的。二零五那边我做到两个，刚才跑毒的，被打死了。把没死，我操，被打死了。就是一个在空中死。哦，你们快，你们这边三炮出来了，你们二零五，从那边厕所出来，四个四个，两枪。哎，这个逼打了两枪没打死。矿，妈的，给老子矿！哎我去，被爆头了，被防圈，你们可以救。那边全毒死了，那三个。那哪里防圈爆头了啊？这个防圈。三二零那防圈啊，就刚我打了那个。他妈这还有人呐、啊！他临时解封的烟，那三个全被我打残了，好气。我这边城区这位置有人，你们别来我这里。就要那石头。你们三个人帮我盯着我这边，我帮你们盯你们那边。两个两个，那个马萨蒂。我操，打到我了。没事，我们这有一点三零区，他们要跑我们这边来了。我先打个药啊。好。城区也会打他们。左边房间有两个，六个。左边房区有人，开着封烟要走。封烟出来了，好吗？怎么打不到呢？来一个我这边吧，来一个我这边。死了，这边左死，这边死了。判了，判了，死完了。死完了吗 ？OK OK。在房区那个这房子是二楼有个人啊，这个房子二楼刚才是有人的。那下面这血包，咱们过来把这下面血包全踩了。喝饮料。哦，那二楼倒一个，不你别点那个二楼。哦，是吧？是吧，那没错。这边有毒了，这边。
们小心你们那边，我只能卡这边了。啊，听一下会不会那个狂房，我眼前的狂房那个顶楼这里有一个这个位置，好了，被人炸了，这个雷炸的地方是吧？被炸死了，炸死了，炸死了。哎，这个人要出了。哎，我看人了，这个地方我。我去，后面来了个毒了。我打的这个棚这里有人。有雷吗？这个消音器打的我难受。那我这个房子二层楼。这边两个死了吗？这边两个。这边两个死了没有？没有。这边两个死了，我打死了。我们脸上还有，脸上有一个，你那里二层楼有一个。Hello， 有雷吗？给我开雷。我只有一个雷打通了。漂亮，还是我们就我们脸上这个了。这人乌鸦坐飞机死了，还没打死俺。垃圾消音器。还有一个在哪里啊？最后一个人在哪里？正在房子里面阴着呢。送他一个黑凤雷。同学说嘛，没这样，没这样打。等下说，等下说，别被人搞死。让开，让老子锤死他，打老子，老子广东国王，全体起立。